然后这位叫可可酱，年龄26岁，然后职业是偶像。哦，他是偶像欸，哇！然后身高166公分，体重45公斤，生日在11月14号，兴趣是篮球，喜欢吃寿司。哦，他喜欢吃寿司。那我说这位可可酱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玩个叫做人体盛啊？我可以在你身上放寿司啊，你懂的哦。比如说这个部位放尾鱼，然后那个部位放鲑鱼，然后好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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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再讲下去太色情了。然后他说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2年半的个人练习生可可酱，喜欢唱跳 rap 篮球。今天在剧场有我的个人单曲《呀你太美》，什么东西？他说他的个人单曲是《呀你太美》，《呀你太美》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他说什么？各位 VIP 粉丝都能参与活动，还能和可可现场互动，一定要参加。哇靠，是成恩展吗？还可以现场互动，成恩展就对了。哦，我们的阿志说好耶，来吧。然后这边的话很简单啊、这边画一个斜坡，然后把阿志推下去。阿志下楼吧，阿志。哎，等，我斜坡画的太小，像这样子啊。然后把阿志这边画个圈，阿志下去吧。阿志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阿志，阿志，拜托你快一点好不好？Yes， 过了。OK， 下面换下一关，不是下面一位，我在讲什么鬼东西啊？然后这边的话，我记得，靠，他会滚下去。如果是这样子，这边怎么办？哎呦！哦，这样子哦，我懂，大概是，我那时候是怎么破的啊？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哦，阿志你怎么？阿志你好恐怖、哦。OK， 是这样子，好啊，阿志被卡住了，阿志，等，画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，再这样。哎，这样子，阿志不，阿志，人家跑了，阿志，加油一点，好吧，阿志。OK， 好，耶、yeah, ，过了。阿志，你上到偶像了，阿志，你终于上到偶像了，好色情哦。然后这样子，这边这关很简单吧？然后画一根长长的，把它给推下去，这样打下去 ，yes， 有没有？然后这边的话，阿志跳哦，阿志，阿志快点上去，阿志 ，yes， 过了，然后这边。哦，这个的话在这边画一个长方形，其实也不用长方形啊，反正就是把这个它中间这段距离给填满就好了，然后再把阿志这样推过去，然后阿志就自己过去了。OK， 见到你来，有没有？哦，等一下这个好像也会被黄标，好，各位自己按暂停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面一位哦。OK， 拜拜，下面一位。